怎么样？我已经拿刀子。没有，姐姐等一下才要拿刀子啊，吼，她拿剪刀啊。你就看看姐姐怎么做。我没有带粘土工具的刀子，我下个礼拜，我下次要带。哦，姐姐有家里有粘土的刀刀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没有。所以你没有啊？我们家有啊。